第七题，杜比全景声是电影院使用的音效系统，它可以呈现多达64个扬声器喇叭的内容，环绕整个剧场，使在电影院内欣赏电影的观众享受身临其境的临场感。请问电影院应该如何配置可以减少回音以完美呈现杜比全景声？老师上课讲过要减少消除回音，那么我们可以用所谓的凹凸不平的墙面，可以用一些厚重的地毯啊、布幕，或者是呢我们装设吸音板。所以选项 A 说光滑坚硬的墙面是错的，我们应该是凹凸不平。那么选项 B 说黑色油漆墙面增添神秘感，这个跟我们的回声没有关系。选项 C 是拆除厚重的布幔设计，这个是错的，有厚重的布幔设计才会能够吸收回音，所以选项 C 是对的，柔软的地毯铺设。选第七题问我们说，请问电影院应该如何配置可以减少回音以完美呈现杜比全景声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柔软的地毯铺设。